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盘棋是，第一人柯洁九段对陈耀烨九段。那么也是同样都是这个两位世界冠军了，而是，且柯洁八冠王，陈耀烨三冠王，哈哈，都是顶尖的棋手。那么，但是他们最近好像我觉得印象中交手还不是很多，以前经常交手，是对，吧？因为耀烨毕竟他现在就在主将的话下来也少，就是，然后成绩肯定不如之前了。最近的对，话还是，好像我觉得就是陈耀烨九段好像是在慢慢的在转到教学方面，是吧？对对，对，我是知道的，对，好像他这个现在教学也是亲力亲为，没口错，碑很好。好的，我们还是先进入棋局啊，这盘棋是柯洁九段的黑棋。但就是说，其实不论耀烨他是转不转吧，就是但他的实力肯定还是在的，就是说可能状态的话，不见得有以往那么好，但是的话，对，就是从一盘棋的胜负，我觉得也不好说。其实有的时候啊，哎，我是在想，就是像他在教学的时候，就是给这个给什么学生在讲课的时候，其实是不是也是在梳理自己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不知道他到他这个等级的话，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反正从我自己来说的话，其实也是在就教孩子嘛，做配。但是我觉得对我没什么太大的影响。是吧？对，就是我自己觉得，反正好像比以前还好点。而且，其实你在教课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远离围棋，其实会更熟练，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对一个可能不是很用功的棋手，比如像我，也许可能花在围棋的时间上，可能比之前在训练说不定还多点儿。哦，其实是有好处的，就是但是吧？对耀烨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用功的棋手，所以说对他来说好处应该谈不上，但只是说可能重心会不一样哎，对，其实就是这个陈耀烨九段非常用功，吧。就是那时候决议刚出来，AI 刚出来的时候，对。就听说他和这个决议啊，就是对局好像是上千局。对对对，他非常非常的用功，对，就非常执着，就是别的棋手可能觉得，因为你跟当时和 AI 下，其实你基本上是，胜利的可能性很小嘛。就是他不断的练，不断的练，很多人就不太愿意去下了，因为你每一局都失败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折磨，说实话，是对对，吧？但是陈耀烨九段好像还是很有毅力，而且我听说他就是，因为他可以一边下看胜率嘛，就他等于每盘棋都得自己复盘，从一开始只能坚持几十手。就是五五开的时候啊，就是你是没有被他这个胜负甩开，大概到几十手，后来慢慢下到上千局之后，可以坚持到100多手，就是这么一直在磨练自己。应该说耀烨在中国棋手的话，用功程度应该至少在前三吧，我感觉，就是我感觉是这样的，对，还是非常专注的一位棋手吧，是。现在。确实，可能是跟年纪也有关系吧，因为跟相对于可能姜维杰他们90后，耀烨其实是80后的，所以但说，他虽然80后，但实际上是89年12月。但是没有人管你这个，没有人那个，对，要说起来前，我看看他是前几天刚刚过完生日，32岁的生日啊。现在是不是感觉确实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大家很多棋迷应该对耀烨还印象中是叫他小强是确实确实，吗？其实耀烨跟柯洁的话，他俩还是挺有缘分的一个一对 对手。其实，好像我印象里，好像柯洁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赢陈耀烨得的，好像是孟百和杯。我怎么印象中是有一次输给陈耀烨了，不，他好像先赢了，就先是赢他第一了，的次，他的一次是先赢了，后来输了一输次。了一个对，他们交手的比较多，对，他俩之间的他交们手两比个较的多。现在总战绩呢，还是柯洁九段是领先，领先吗？领先总战绩，我感觉其实耀烨跟柯洁下每次感觉都不好说。好，我们还是看棋啊。对，然所以其后，实看到他们俩的这个对局对阵，感觉还是还挺有故事的。挺有故事，就是反正，因为其实这样，就昨天那个
他们这个对阵出了嘛，嗯，然后就是意识层上不是有预测嘛，嗯，就是我是支持了陈耀烨的，其实，对，我是暴露了，我是觉得不一定的，这个胜负，就是而且他的那个就是支持的话，他的倍数会很高，就是很高啊，对，他们说这叫什么偷鸡？偷鸡、可以算是叫偷鸡，偷鸡，嗯，那你这个成功了啊。那这个咱们还得看，好，这个一间低家的确是柯洁九段，嗯，最爱下的一个。我这个一下子秒就上面飞上去了，就好像很顺手。对，但这盘棋它没有飞。就是我们可以看，感觉柯洁九段大概十盘里面有八盘都会出现一间低家。对，好像这个一间低家是这个柯洁特别喜欢的一个下法，下法而且近期就是屡屡的看到他这么下。对，这盘棋倒是白棋呢没有马上飞压。嗯，其实这个一间低家飞压就是感觉是一个好像像低感这么反应是吧？飞压的话呢，就是说黑棋肯定是要冲断的，如果不冲断的话，一间低家就等于是说离的白棋这里太近了，对，所以它必须是要冲断的。那么下成这样是一个基本的图，嗯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已经不知道有多久了，嗯、就是都是要搬起来的这个棋，对，就是我感觉得有十年了吧，就是至少，嗯，或者甚至二十年都有可能、嗯，就是那个时候学棋的时候，就我学的时候都是说要搬起来的这个棋。嗯嗯啊，但现在通过 AI 的那个，就是它的分析以后呢，嗯、就他们就是黑棋，它发明了一个这个小尖啊。原来这棋就这样硬的话，都是小飞着硬的，就以前学的时候。嗯，那这里补棋的话，现在它改成了一步小尖啊，然后白棋大致跳一个，下成这样的。现在图下成这样，嗯、然后柯洁我看经常下。对，他可能觉得黑棋这样还可以。对，特别多常见的这个定式。对。当然就是比如说这个拐吃或者这个飞或者这个搬的话、嗯、就不要下，就是他这棋黑棋就要小尖一个、嗯、当然作为白棋来说，其实我一直就我也没觉得白棋就不好，我感觉上白棋也挺好的、所以当然他下的就比较少、这盘棋呢白棋没有马上来飞压，对，嗯，他选择现在在这里靠这个、哎、嗯，靠这个的确是 AI特别推荐的一手，这也是就显然的一个 AI 的定式啊、没错。然后现在断，是硬手。断的话，的确在局部来说还是比较调皮的一手棋。问问你怎么走、啊，他会给你几个选择？对，如果你这棋你就是实战呢，他黑棋是拐吃完了争一个。那么白棋呢就得到先手的拆边，对，就作为白棋来说，他比如说我直接拆边，那么你黑棋你肯定不会拐一个与我这个做这个交换、嗯、这个交换显然的话是明显白棋便宜了、嗯、那么白棋断一和你吃交换呢，看上去的确白棋要亏、嗯、但其实反正都是黑棋的控、嗯、我觉得亏这个亏基本上也可以忽略不计吧、嗯、啊，那就这两次交换肯定白棋是便宜了，所以说断，那么希望你拐，那实战也是拐，就是但你如果不拐，你如果拐这边，你挡这个就不用吃，这个就不用输了，这被先手挡一下受不了。对，因为本身他挡其实是一步后手的，嗯，对吧？那么黑棋肯定是只有一个往外拐，一个往里边拐，往里边拐的话呢，会比较头疼，就是黑白棋立一下你挡住，他可能就会拐这个了。对，啊，这样的话你这个气，由于这样气紧呢，他拐过来的时候，黑棋你可能就要无条件的，就是你本来可能可以搬。就是你可能人家搬的时候长然后压，你本来可能可以搬，如果这是厚的话，那么现在你搬的话被一断，这里拐吃先手，紧接着这地方就要、这个、气太紧了，太紧了、哎、对，你可能只能退，那么我再压，由于你这气紧你还是不能搬，你可能还是得退，这样的话就让白棋就是可能他会欺负两下子，是啊，下成这样啊，这样的话也是可能白棋的一个意图吧，嗯啊，当然就下成这样，其实黑棋也能下，对，这也是一个也是一行常见的，也是一个定型啊，不是说黑棋就不能下，所以就是嗯，白棋断的时候看黑棋的选择，对，看黑棋的选择，你反正不管是拐还是不管是外拐还是内拐，对，我都可以，对，白棋也都可以接受，对，嗯。就是看黑棋的选择了。实战呢，柯洁是拐外边、选择的是把这个角啊、吃干净。嗯，然后黑白棋拆过来，这一个也是简明的定型。没错。接下来
这个走了一个脱退定式，都下的比较简明哈。嗯，我觉得其实这个，我觉得药业应该是做了一个准备的，做了准备是吧？对，对于就是一线低价，因为柯洁的确是太喜欢了。那么，对于药业来说，他可能准备的话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是的。嗯。啊，然后现在白起飞鸭。现在在飞鸭。现在在飞鸭，对。如果说我们还是下成这样吧，就是黑棋这期肯定是要冲断的，因为爬被长，嗯，就不说这边了，就是你就说这边的话，其实黑棋这个子也离得白的太近了，嗯，也不太好。你甚至在哪儿可能都可以下成，甚至你不走也是这样，嗯。那么你夹在这儿被我震过来，你要飞我逼住你，这样作战黑棋肯定是不太有利的啊，离我太近了。就这个子的位置啊，实在是啊。不太满意，不是很好，至少、嗯。然后现在被飞压过来，等于这边黑棋的这个头硬头，然后变成了低位，那么他肯定也是不能接受的、嗯、啊。所以这棋必然是要冲断的啊，无论是从配合还是从局部来说。啊，当然实战下成这样以后，黑棋没有选择柯洁他平时最擅长的对秒下的这步棋，那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其实药业的一个准备就是说他走成这样以后，本来其实直接走成这样也是正常的，但现在因为这里定型了以后，就是黑棋在这个地方的发展会比你当初小目和这个大飞手脚要差很多，嗯，因为白棋这里安定了定型以后，你的发展只能在只进就是局限于这边，对，但是我这已经定型了，你将来我如果打进来的话，其实你攻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攻不到我，嗯，那么你自己围的话呢，也就是这样一条边、嗯、是、嗯、也就是说如果先走了这个定式以后白棋再考，黑棋可能不会这么选择，那我就比如说我选一个这个啊、哦，我黑棋我就选一个最傻的选这个这个就不用说了，就是说，那我这样的话，右边基本上都成实控了。我就选这个，嗯，是不是？那么就明白了，嗯、我就是咱们就明白，就是说，他白棋先靠完了，其实他是很有用意的。嗯，有点针对性的啊。我觉得是有的啊，就是黑棋至少他不会这样选择了。你这样选择的话，就是说，啊，就大家不要觉得啊，这里后势，那我围控不也挺大的吗？但其实这个后势他不太想围控。对，从这如果利用这个围控的话，效率其实不太满意，嗯、有可能，嗯，但你分析的有道理。那实战呢？所以黑棋呢也没有选择这个，嗯、现在它长下的小尖，对，要搬起来，嗯，那搬起来呢也是有这样的变化，但就是其实以前搬起来是这边有子儿的配合的情况下，嗯、一般就是黑棋这边是白棋子儿，就算以前我觉得也很少见，嗯，哎，不过啊很有意思，就是。现在这个形状您看啊，再看两步，嗯，它搬走长，嗯，然后紧接来搬起来，紧接搬起来，就这个定式也是我看到这个网友提示说，昨天晚上柯洁在网上下棋，在野狐上和小鱼、嗯、于之莹下棋、啊、正好也下出这个变化来，这边也是这样的吗？不是，就是这个局部啊，这个局部、这个、也是这样下的，它也没有尖，它是搬的、也没有尖的是吗？对，好、哦，那他又有新发明了，这是。哦，那是我其实。你看现在棋手真的很用功啊。啊。就第二天要比赛，他们前一天晚上一般还在练棋。啊。那于之英现在正在下女子围甲。哦，他昨天白天还在下女子围甲。啊。晚上就是在晚上还要练棋。啊。嗯、都很用功。确实，嗯。好、哦，那我就不知道了。好像这个班是不是现在的一个？我是真没，我是真的没见过，是吗？这个不是说那个，我是真的没见过。好像是说这个班是一个新变化。啊、哦，是个新变化。对。啊。这个班第一杆被断了，这能行吗？我们往下看啊。啊，对，往下看吧。这个我的确是看不出来黑棋。就现在这个围棋的。这种新招啊真的进化的太快了、嗯、是是是，嗯，啊，这样下成这样的一个变化、嗯、这个跑肯定跑不了了，跑因为跑完以后，嗯，等于白棋这个夹和这个拐形成剑合、嗯、这黑棋肯定过分，嗯，白棋因为它先长的话呢，黑棋就是，嗯，它肯定就飞一个、嗯、这样的话你再吃它就不会跑这个，它就补这边了，对啊，所以白方来说，他就单吃，那么黑棋打起来，
白的起掉，然后白起，黑棋飞啊，把这个吃掉、啊。这样是一个新的定型。新的定型，嗯，你第一感觉得怎么样？第一感，你肯定之前没有注意。我能说实话吗？我第一感觉黑的不是棋呀、啊，就是。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现场的画面，对，这就是今天中午十二点开赛的这盘棋，柯洁九段对陈耀烨九段。柯洁是不是瘦了呀？我看从这上，耀烨，耀烨戴着口罩啊。嗯。啊，你看这个定式，两个人落子飞快啊，啊，秒下。嗯。正好下到这个局部。哎，我们这导播也很懂棋啊，刚好摆到这个局部给我们看看。你看他们俩的手势，你看他是不是秒搬？正好这个局部。班耀也肯定得想想，耀烨我感觉他是不是也没见过呀？我反正我是真的没见过这个班、啊，嗯。这是李清城对连笑，李清城也是著名的这个快枪手哈。对，是不是这个会不会是我们这个高手群里面下棋最快的人？这个李清城是吧？李清城啊，容我想想啊。昨天他们说谁呀、啊？伊林涛也不慢，还有谢尔豪也很快，嗯，快枪手不少，快枪手不少，对，丁浩九段，这，就伊林涛，刚才我们说的，就这家伙也不慢，这个位置吗？丁涛也是零零后棋手啊，是吧？佟丽瑶对范廷钰，啊，你现在一说，我知道他们这口罩都是，你看都是一样的，对对对，嗯。哎，挺好看的。我也有，啊、你没有吗？我没有哎。那今天做到起，今天都是下半区是吧？啊，下半区十六位，然后。我是觉得很想上场，不是不是，我不想上，我上了我感觉也没戏。这些都是啥什么人呀？这个就感觉你说这三十二强下的真的很累啊。那其实每一轮我觉得赢一盘都不容易。是真的，你就是耗尽100%的功力，感觉赢一盘也。他们的每一盘其实你放到这个国际赛场上都是一场硬仗。那当然了。对，嗯，所以他们老说。说这国内冠军啊，不见得比世界冠军好拿。那肯定的，那是我是不是明显难拿嘛？这个明显吗、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明显。也不能这么绝对吧？我觉得就是反正难度不小。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对，我觉得肯定是难度不小。嗯，好，我们还是刚才正好我们看到这个局部啊，那个画面和我们这同步的，嗯，就看到搬起来就是黑棋是秒下的，嗯，就耀烨虽然在想，但是我觉得白棋这样的断的下法到这儿，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嗯，我感觉黑棋不是很好，不是我不知道，可能是判断的问题，是吧？你觉得这个被白花，是吧？对，就我没有感觉到黑棋。特别便宜，反正至少是、嗯。不过你也说了，就上一盘棋那个定式，一开始你也觉得，不太好、对，是吧？有一方觉得不是很好，但是接触一段时候，去体会之后，哎，就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个的确是我第一次见到。嗯，对。好，我们看看他这个实战啊，嗯、飞过来、嗯，然后现在马上点在这儿，这个也是个要点是吧？点在这个地方。点在这儿应该还是一步非常好的棋，就是。这种地方对这个棋星来说是一个要点，而且因为现在黑棋比较薄，白棋提了以后比较厚，嗯，啊，像这种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缓一点，啊，这个棋点在这儿还非常的严厉，我觉得。然后他虎，这么虎，他长，非常的舒服啊，长一下。哎，这个是，啊、其实这个棋型。像在这个点，其实是一个很多棋形上都是要点，对对，没错，这样的形状、嗯，等于你现在如果和这个点相比，等于你这个棋你点它粘，然后一立、嗯，本身其实点了一立也还可以，有的时候也还可以，等于现在黑的挡了一，等于先手立到了、嗯，对，那就非常的舒服，嗯，啊，然后点到之后小飞，嗯嗯，然后白棋黑棋接下来是打入在这儿。打入，
上挖。这个蒸子是黑棋有利。这个倒是我主要黑棋虽然蒸子有利，但是是不是跟蒸子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这棋黑的就蒸吗？现在这个首先不敢打是吧？现在打的话，因为白的一打这个呀，我们看到其实白棋有一个明显的劫材是这个跑，这黑的肯定只能硬。嗯，关键是当白棋提过来的时候，黑棋没有劫材，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劫材，至少是。嗯，确实是。就是这个顶你肯定不能顶，对吧？那么现在你这个挤肯定不是劫了，因为我这一提的话呢，这边太厚了。嗯，你同时搬下来只是一点点目数的问题，对白完全不影响。那么这里是没有劫的，然后这里也没有劫，这里没有劫。那么现在只剩下脚上的劫，脚上的劫，你比如说你想吃我这两个，他就不要了。就我肯定不要，就是这个提掉的这个影响力啊，这个棋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哎，你就提个子儿嘛，也没啥，其实是非常非常亏的黑的。就这个劫如果被打就是被白棋打赢了，为什么？就是说白棋我们看啊，现在等于下到这儿，白棋花了几手棋，白棋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这样，黑棋刚才死了两个子，对吧？然后呢拿掉了这几个子，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现在不是该黑棋走吗？现在对吧？现在你走了个这个，对，那么正常来说白棋我应该硬吧，正常我应该硬，那么就是说我现在我等于我跳了一个这个，但我这个跳肯定我应该应这个，我跳肯定亏了。对，这两个交换我肯定亏了，白棋亏了，肯定亏了。但是我白棋在这个局部我就花了一手棋，就下成了实战我们看到的样子，就是我现在等于是什么，你跳一个我再免费赠送你一个白棋，你也下不成实战的样子。对，实战太厚了，就是说现在等于是说什么花两手棋也补不了那样的效果。对，就是说现在白棋走一手，走两手，你还不如实战的效果。那么相当于什么？相当于黑棋这个局部亏了一手棋还要多一点。一手棋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你等于在棋盘上你弃权了一手。就是所以说这个劫打如果打输了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虽然说你说白了就是没有合适的劫材，没有合适的劫材，就这个劫的话，所以不能打，就不能打，不能打。所以黑棋这是不是一定要挖呢？我觉得长一个不是也还行吗？就是长，它好像也只能粘，是不是？就是你挡还是粘，我搞不清。你就说你粘，我如果挡，挡我就冲着吃嘛。那这边是什么情况？对，我感觉你应该粘，你粘的话呢，反正我比如说我就这种什么飞一飞，我感觉活棋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难度，对吧？这棋你如果你要拐下来，那我还可以，我尖了一虎，对，现在你要是挡住我，你这局部白棋还没有活，这个有点白棋有点冒险吧，白棋我觉得有点冒险，因为我这常态先手，其实我活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你要是如果比如说我飞，如果你硬住我，那么我就这种啊，那这个活得很轻松。对，那这个刚才如果要挡呢？你要挡，我觉得这里有没有什么味道啊？反正我就冲，我先冲嘛。你先冲，我也只能挡住啊。你也挡，我打吃。打吃，对，我也只能粘。只能粘，粘的话，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次序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靠，对，你现在就靠，也是有可能啊。或者你都不交换，你直接靠好不好？先靠，有可能他是不是会不要？就你再冲，他有可能回来。对，黑棋其实是有手段的。我觉得对这里的话，黑棋是如果白棋就比较麻木的硬的话，对，不知道硬哪粘上吧，这个得粘上是吧？对，这一冲出去我就冲出来。对，总觉得好像黑棋是有手段。我觉得对这个棋长，因为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说人家就是要还原，就从上面打。我就是要还原呢。你不也得粘吗？对，那我白给白棋一个这个从三路打的一个机会。对呀、选择。对呀、就是你要还原呢，那不是一样吗？你也不能打这个，现在黑棋不还也是在粘吗？是，那么就是说我长，你只要我不怕你粘不就行了吗？对，我就能下成我想要的一个变化。他粘的话，刚才我们摆对一飞，对啊，一飞飞完有一尖，对，是这里可能是不是长，是不是长更好啊？实战的下法，实战的下法，我觉得白棋好，因为这个因为劫材不利呢，
现在不能打上去，嗯，所以它只能是，应该是只能蒸吃。蒸吃现在首先白芥还可以考虑引蒸，还有可能引蒸，不引蒸打过其实也行。就是我觉得引蒸是不是会好？这三个四个子其实是可以考虑弃子的。你先引，现在是在引蒸，我如果就提了呢？就是我就搬呗，嗯，搬你退一个。然后我就直中走一个，这四个我觉得可以考虑弃。其实，那、我觉得他实战这样打过也还可以。他实战是打过了，是吧？对，实战打过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啊。就是说打过白棋这个绝对不会亏，确实也是便宜的。嗯，就这个定型肯定是白棋也是便宜的，啊，就这个领征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打过。嗯。哦，现在黑棋抢大场，嗯。啊，再考。对，现在在考。就他觉得这一步棋还是蛮大的，是吧？我觉得还挺大的，挺大的，还挺大的。就这四个，其实就是说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就是这是他的这个价，这没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利用呢，他几乎已经利用完了。嗯、就这四个子的价值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嗯。如果有的时候弃掉也是可以的，不过他觉得可能并回来将来再靠的话，也黑棋也攻不到他，嗯，给他搬搬，飞起来，嗯，现在下成这样就属于一个官子，对，占了，嗯，收官的话，其实我感觉。陈耀烨还是要有一点优势，是吧？嗯，他官子比较好，相对来说好像比柯洁更细腻一点点、嗯，我觉得，嗯，柯洁我们知道肯定还是一个才华型的棋手，对，那官子的话估计肯定没有耀烨这样特别细腻，我觉得。啊，这里点一下再管漏一个，哎，这个，然后马上把这个。马上把这个搬了长，这里很大吗？这里就是说大，应该还挺大的。就是现在因为别的地儿没什么好走的了，就这个角就是一个比较空旷的一个地方。这盘棋格局呢，你看这个突然几只手就好像进入大官子局面了，对是吧？对啊、就这地方肯定是一个需要下的地方，但是黑棋是不是这样下呢？因为我觉得黑的没走到什么东西，说实话。但是白棋好像还是得拐。我就拐住嘛。是吧？我就得拐住。就拐住。不拐被跳进去，白棋整体不活。对，主要跳进去，黑棋也有眼。就是虽然，但是黑棋便宜嘛，就是我觉得黑棋有没有更好一点的下法呢？他是先啊。有没有更好一点的下法呢？那个不，我不在二路漏是吧？嗯。这一带白棋呢，柯洁应该是没有，不是那么厚。是吧？对，它不是很厚的，其实。如果就拖呢？这棋我就如果就傻拖呢？我是不能搬，是不是？不能搬点三三。你搬我就长。被你长，我这两个子不能死。反正是有棋，但是说这个棋还得需要判断，就是好不好？嗯。就是我搬你谁是有利，你连搬我活了肯定不行。那么我拐，就像是这个图，我。不知道这样的是打劫，便不便宜？对，我感觉还行啊。这样打劫了，嗯，这样立一下，嗯。现在就是我有两个选择，嗯，一个我断这个，一个我直接打劫。断你有可能拐，但是拐征子我有利，那我可以断。这个征子是黑棋有利是吧？对，那我只能吃。对，那么我再就是给你打掉，然后我再开劫。嗯，就是都被你便宜到。嗯，然后再开劫。对，因为为什么我先断？因为这个如果先开劫被提了，那几个交换不到了，对对就是啊、被黑棋被白的如果提掉的话，嗯，这样的话就是出现一个对劫征。对，劫征。哎，这个劫征是不是还行啊？感觉在白棋的空里面出现一个劫征，就和实战对比、是吧？对。实战黑棋是从一路搬过了，那样的话目数比
如果说我们现在说黑白白棋花两手棋把我给齐了、嗯、这里多少目，这里10、10、12、13，嗯，14、15、16、11、12、19、20、21目，21目，实际上拐住的话、嗯、大概是就是13，那就是多了8目棋，但你多花了一手棋，相当于，而且将来实战那个扳的话能不能挡也是一个，反正我打这个，打这个啊，对，你应该不能扳起，我打上面，啊，这样的话黑棋上面还多了几个，而且我感觉这样应该好一点，是吧？不知道，我觉得这棋说实话有一点不肯，因为我如果拖白棋你不扳里边的话，嗯，比如说我拖你如果扳外边的话，嗯、我就抢一个，嗯，这你应该吃不掉，这我马上要扳这个，这应该吃不掉，对，嗯。我感觉有点不太可能，不知道柯洁是怎么，他可能觉得自己还可以，也许我觉得没走到东西，是觉得这黑棋这个等于直接从一路读过了啊，对，白棋没有伤及到白棋的筋骨感觉，嗯，他这里是他的先手，嗯，交换了一下，然后现在再在这边逼住加，这里白棋呢其实是比较好处理的，嗯嗯沾这个又有疑问我又有一点疑问，单沾这为什么要走呢，这棋我没又没有可没有走、哎、这个地方还是得走吧，不走被冲冲我顶呢，就我这棋我把这个走了不大吗，它不香吗，这步棋因为白棋这都是先手、啊、这加了打吃这些都是先手，这步棋不是双方的目数巨大吗，这里冲是顶住，因为白棋那我是顶这个呢，你顶这个 我接上呀，你接这个了，嗯，我接这个呀、嗯、你冲我冲这个呀，我吃这个子不大是吧，你吃个子我感觉实在是一般吧，我感觉对也有道理，疑问手，我不是我有疑问，不知道是不是疑问手、嗯、我有疑问，我是觉得就很想抢上面，对，这步棋为什么不抢这样，因为实战呢黑棋现在粘了之后白棋马上就在这个二路飞，就是如果说你粘是先手那没问题，那就是白棋如果跟着你硬没问题，嗯，但白棋这步抢飞，你看白棋下的也很简明啊，马上就是这个二路飞一下，这黑的还是跟着硬了，对，然后再在这边顶住，对，顶住，然后现在这边一夹，这里面是什么情况，死棋还不活，就是说你要走的话可以活，你猴一个是一个双活，双活啊，哎、嗯、只能猴是吧，粘这个呢，你粘这个就可能就不活了，就是我一走这儿，除非你靠这个你再加了打吃再靠这个，但也跟猴没差别，局部不活，基本嗯，局部肯定是不活。那这个家其实价值也不小哈，家相当大。其实白棋它只是说我没铺一下，我铺掉一下，你就可以看出来这黑的只能猴一个活的，嗯，嗯因为加完以后白棋这里这个粘是先手，嗯，啊这目数眼位就这有只眼，那白棋这块棋就活了，嗯，其实不要看白棋提了一个花，其实它不见能活，就是如果说这里没有眼的话，其实外边黑白棋还没有很厚的，其实嗯，黑棋跳，嗯，这棋啊其实就是一盘功夫棋是吧，嗯，功夫棋其实功夫棋很难，嗯，好，现在搬、嗯、现在搬考验一下是吧，考验一下白棋、嗯、这没什么好感觉，这白棋这不可能有心情猴一个，这个白棋对白棋来说只能打这里、对，打这个啊、就是白棋刚才说的，我们就说打这上面，打这上面你这个搬进去我就直接给你轰到这儿了，嗯，对吧，你要走在这儿那我开劫，嗯，你打你只能提到这儿，对、啊、对，白棋来说没选，他只能打这个，但黑棋呢现在我看他脱先了，保留一下，保留将来劫材有利的时候就搬起来，就是保留这个可能性，对，保留一下可能性，嗯，那、嗯、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就是、啊，这个、嗯、是吗，这个劫，这个劫因为你打输了你这块棋全死了，可能要嗯嗯刺一下，然后这边冲，哎，
哎，这个字在这里呀、啊。是是在这里，嗯。粘上，跳。啊啊！没有粘底下了。没有粘底下。哦、啊。飞。解明了。嗯。解明的话，我们看一下，如果黑的要是断了的话，这棋怎么样啊？如果说黑的一断，二四，这个断本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大概有十五目左右，这一个一断，黑棋大概六十五目，嗯。如果断上去的话，对，断上去有六十五目，白棋大概五十目，啊、哦，白棋盘面有十五目棋的优势，黑棋嗯十五目的优势，但是现在就是黑棋这块棋没有活，然后这个地方比较薄，刚才点的比较满，就是、嗯、还有这里在白棋下这里有一点薄，还有薄，这还没有活、嗯，应该是明显白棋好，我感觉是吧？嗯，白棋跳那飞起来还是比较有均衡的一步棋啊，那、嗯啊、白棋黑棋也没吃，黑棋接着跳，嗯。嗯，就是我看药业的棋、嗯，我会觉得特别舒服。就是我感觉跟他感觉是特别特别的，就是会不会和这个风格有关系？一个是风格和就是你们学、嗯、就学习时候受的这个训练也有关系，也有可能，还真的有可能，对吧？你看你和他年龄也是接近的嘛，嗯、对吧？对我比他大刚好一岁，刚好一岁，嗯，哦。就是从小受的这个围棋的训练，的确是接受的这种理念，其实是、嗯、是吻合的、啊。嗯，就看他棋，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你像这种棋，要真的你这是个同龄人，没有代沟。对你要是换做唐伟星，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棋就感觉看着是非常的舒服。对，嗯。然后点了尖，啊，这一代其实。白棋其实就把自己安定好了，那么黑棋的问题呢，它随时就暴露。这种棋啊，真的是就是一个功夫，因为你不是说马上就刺刀见红的那种，嗯，大杀大砍、嗯、是吧？嗯。但是它每步棋呢，其实又其实暗藏玄机，是吧？是在积累当中。对，就是跟这个棋判断特别重要，嗯，就判断特别重要，而且一直那个。一直的话就是说陈耀烨他的判断其实非常厉害，就是他棋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判断，我觉得、哦、你是这么理解的、啊、嗯，他一直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对，黑棋现在是点完了之后小尖，他也是在黑棋的话还是要想办法，对，在、嗯、尽量的让白棋呢变得薄一点，是不是、嗯、然后你顶住他再长，对，还是在找一个棋形。对，就这从这开始啊，嗯，我觉得就是说是柯洁他需要发力的点了，哦、就是发力啊，就是柯洁最擅长就是撒豆成兵，嗯，就是他用他很薄的棋，然后来威胁你，对，反而能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效率，嗯。柯洁的棋是那种就是显很明显是那种非常有才华的，对，对吧？对，嗯，就经常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那种好棋，对。是白棋，其实我感觉他就正常跳。我感觉我要是猜药业的棋啊，他现在先飞了一下，啊，先飞了一下。嗯、我感觉猜他的棋，十拿九稳。不能说十拿九稳，我感觉八步十步的话，猜个五六步应该是猜得到的，哦、就是，嗯，再跳，嗯，棋把这个棋掉啊。这个棋相对来说，其实肯定就柯洁没有那么喜欢的局面。现在这个局面中府是一个什么情况？好像他现在中府现在比较乱，你看好几块棋啊，就是这一块白棋他有一只眼，有一只眼，有一只眼啊，有一只眼啊、嗯、有一只眼，有一只眼的话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其实他就外面这里棋做一只眼就可以，嗯嗯，白棋只要把这块棋顺利做活的话呢，因为现在他得了这两个手棋，因为黑棋刚才没有断，因为我刚才说如果断的话大概盘面15目棋。还没断。如果将来某一天被白的一粘，那么就全局的实地来说的话，
盘面就黑棋都不见得好。嗯啊、嗯，那么这块棋呢？这块白棋？这块棋它现在由于多了这两个，那肯定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哦、已经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主要是我断王有这还是先手，就是白棋的话，现在只需要把这块棋处理好，因为黑棋这里有冲断的话，黑棋这还是没有活。对对对，黑棋现在肯定想的办法是。我得把这块棋弄好，弄好以后争取外边制造劫材，然后把这个搬进，把这个搬过来，这个比较狠。嗯，黑棋现在的想法肯定是战术要是这样去执行。嗯，拐应该是要拐的吧？我感觉拐不拐吗？嗯，棋谱，这个棋谱显示。不能就到这儿吧？这个没有。哎，怎么不能往前走了呢？这个棋谱动不了了。动不了了，动不了。我们猜一下吧。嗯，我感觉。我看导播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棋谱调一下。黑棋应该是要拐这个，这棋拐这个呢嘛，白棋虎。然后黑的跳。其实白的可能就简简单单飞过来，我觉得就可以，因为这黑棋还有断啊。就是说，如果说黑就是逼迫黑棋把这个回去，白的只要把这一粘，我感觉目数的话，就是黑棋应该是不太够。嗯，好了，嗯，现在可以看到了。拐了吗？但是看看刚才是走到哪了。刚才走到粘，刚才粘这个、嗯、啊，幺二零。嗯，好，现在好了。啊，他先煎了一下这里。妈妈，我要尿。煎一下。就是反正先问一下啊，问一下，而且挤也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挤的话，嗯、黑的如果冲，白的就断，断完这里可以夹住。对，联络没问题。啊、联络没问题。哦、黑的飞这个了，那他觉得还是不能被这边虎过来逼迫自己在里颠单关的连上联络。那虎这个，那上面就会有问题啊。他现在先靠了一个。啊啊！好棋，好棋啊、嗯！先手不活，先手破野。对，当时我们说这个地方，如果黑棋吼一个，黑棋是可以做一个双活的。哦，这一家你不走，我这个对，不走把你吃了，把这个两个子吃掉。对，你如果要是顶的话，我先铺一下。对，我先铺一下，你已经不活了，你局部已经不活了。哎呦，妙手啊！妙手啊、这个地方那黑棋，这里白棋下的不错，下的好，下的好。嗯，这是好棋，这个一家没错。这样子黑棋呢也没有退路了啊。然后再小尖，那黑棋要治孤了。这黑棋早知道还不如我拐回去呢。黑棋要治孤，这是现在治孤。粘的时候断上去。哇，这够狠的，这粘上啊，粘上够狠的。现在黑棋的这些黑棋虽然可以加，但是白棋一跳，嗯，你一冲，我一冲，换一个，哎，然后你接，嗯，我一接。虽然你吃了我仨，我吃了你可能这个不能称为转换，可能吃了你十三个，可能都不止。对，所以这家不成立。是站，他是拐，拐。嗯，哦，妖夜这个地方下的挺狠的。嗯，贴了猴。对。那黑棋现在这块棋，对这个死活的问题，但是等于是，他这个粘是先手，粘是先手，然后但粘被跳肯定不够了，就是说他肯定是得搬进去，搬进去会形成一个是什么情况？嗯，因为搬的话，其实白的还是可以。你说粘的话，白棋跳一个，不是，就是你搬进去啊，他可以跳。嗯，看看啊，他现在是走哪个？啊，他现在有单粘了，
现在就是单粘。那肯定得粘呀，他不能直接搬。嗯，直接搬白的把那提了，肯定你都不行。这个你再两眼活，白棋只要活这块棋就行了。嗯，他单粘的时候，白棋现在靠。对，白棋其实说他不见得马上要杀你。嗯。嗯，他你这样两眼活的话，其实对白棋来说是没有任何压力。因为黑棋现在要活啊，局部来说就只能打吃这个。对，打吃白棋搬先手提，所以白棋其实是不怕你活棋的。嗯。那黑棋呢，也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可那么活。对对。黑棋这我感觉应该是。冲一下，然后再搬进去、嗯、哎，这个其实现在比较激烈啊，这个搬进去做劫。搬进去的话是这样，就是你找小劫的话，白棋就给你提了，然后让你做活就行、嗯、其实这个冲，对，这个冲白棋他没了解，本身劫。 嗯提过来，但是黑棋白棋自身也不活呀。对，白棋就找这儿劫，找的这个劫、嗯、这样的话你这些两个如果被吃了的话，等于白棋这也活了，那么这也活了、嗯、黑棋这两个肯定不能死。提、嗯、黑棋现在找别的劫，白的应该就提掉就可以了。黑棋现在是走这个劫、啊、黑棋没有好的劫材，因为他杀这块棋其实不是劫，因为我一提你就算把我这吃了，你这大龙死了。就他们两位都只能找本身劫是吧，黑白双方都只能是在自围绕这两块棋在找劫。对、因为白棋的话其实他就是他我可能可以杀你，但作为白棋来说肯定觉得现在已经比较好了、哦、我已经不需要了。白棋现在就把这个劫消掉。对。消掉之后、嗯、下一手就可以杀棋了。对。嗯，下一手没有后顾之忧。嗯。那么我看看黑棋。挤了一个。挤一个。啊、挤一个也是做活。嗯。就是将来打吃再做。有半只眼。有半只眼。嗯。那其实就是和平解决了，是吧？相当于和平解决，白棋消解，黑棋做活，和平吗？只是可能看上去和平，就是大家都没死，但是对白黑，就是我们刚才说白棋，就是本来白棋目数就还可以，然后黑棋这里跟刚才相比的话，就跟咱们判断没有一点的增长，嗯，然后白棋这里。肯定是长了不少目。对，白棋等于把这个对提到这儿了、啊、对是吧。然后黑棋这里目数肯定是少了，比跟他比、嗯、你现在因为我走这儿你走这儿你走这儿，你只有一二三四目棋，四目棋、嗯啊、那么现在白棋这块棋搬过来以后，这块要活了，现在黑棋这个断点面临着这个现在。哎，那这边这几个子问题呢倒是应该不大，因为拓一个可能是先手，嗯，就是那么他连上的话他联络应该不成问题，但是白的这里有先手，这中间可能还掉着，而且这个还一直没有解决。对，是黑棋断还是白棋粘、嗯？所以我感觉这个棋虽然说看着和平，但是可能棋已经、嗯、凉了，是吧？嗯，就是白棋其实是欢迎和平解决的，对，是吧？白棋本来这就想和平，他其实就想收兵。嗯，然后现在冲，哎，那这盘棋白棋。下得很好啊。对啊，药业这盘棋下得非常好。对，我是觉得柯洁下得有点不好，我感觉就这些我有点没有发挥，你有没有感觉？我有点这棋好像有点被抑制住了似的，有点没睡醒呢，我怎么觉得。就是你像这一开始这第一就是这个咱们前面这个不谈了，就是说这个我也不看不懂，那这个地方我觉得我是看得懂的，就是他挖一个是没有什么道理下成这样。应该你觉得应该长啊？对啊、嗯、然后后面主要是这步粘我是完全理解不了，就是粘在这儿那个粘，就这个粘、哦、这个、啊、对，感觉不是，确实不太发挥，感觉下到了药业的这个路子上。对，嗯，下到目前为止我感觉黑棋应该是要这是什么拼命了，这个应该是冲一个然后顶、嗯、这不怕，白棋不怕，白棋现在就是看白棋怎么处理啊。白棋是虎了一个，嗯，虎一个，我其实也没太看懂为什么冲一个在单顶是有什么关系，单顶不行是吧？我也没看懂，就是说他可能从这冲出来就打吃吧，就是说、哦、可能单顶怕黑白棋冲这个吧，就是是不是怕这个呀？这样你这个冲可能是先手，我顶一个，
然后你再冲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冲这个了呀？有可能，对吧？你要现在冲到一下，交换到我马上就把你打断了，对，打断这个了，嗯，是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嗯，先冲再顶，对。那么白棋下了也很简明，他就虎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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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的不能冲，你要冲，你要冲我就挡住，我就挡住你。你要是断我就从后面吃，我就从这吃出来，我从后面杀出来，吃你跑我打，嗯，你再跑，再跑，这边牵了一个断，嗯，对，你现在你要不冲完，你要是往这边走，你要比如说你往这边走，嗯，那么我白棋我就冲，你挡住我打先生，我连回来了，嗯，就你要杀我只能这样杀，嗯，那我就沾着冲下去，你肯定就不行，对，你要断我就冲下去，嗯，这两个剑合，对，那么白接上，嗯，黑棋只能接，嗯，啊，白棋再冲断，冲断转换了是吧，冲断就是应该要转换了，就是黑棋断这个先手，把它团住，嗯，给它接上，形成转换，形成转换，形成转换，还是白棋觉得不死呢？形成转换，我感觉白棋应该也还行，但是如果说白棋这边，因为白棋是虎，好像先手这地方是不是不死，嗯，有可能还能做虎啊，有没有可能？还是说我看到黑棋白棋这个断这之后，下面这块黑棋黑棋死了，已经死了，嗯，是吧，嗯，没有什么味道是吧，对，接下来看看白跳，对，跳呢就是转换了，转换了，嗯，然后搬，哦，又不转换了，哎，这，哦，就是妖夜是觉得这样能活啊，黑棋其实柯洁其实可以这样贴是可以吃掉的。贴他觉得吃的有点小，他是觉得被拐住是不是不够了？我感觉，或者是不是被并一下，并一下，嗯，你走，并然后先手拐住，然后黑棋爬过，嗯，这个棋我们就算虎一个，嗯，这样判断一下是不是不够了？黑棋对，看看啊，这个空都比较多，嗯，这个要判断一下形势，看看双方的实控怎么样。八十目多一点，黑棋。黑棋，嗯，白棋呢？白棋也不小啊，这下边吃掉了一块棋。白棋八十五，那这棋盘面白棋应该不差。这个棋，这棋像这样的话，这样转换的话，嗯，哈，白棋也八十多了。嗯，那这么吃肯定是不足以争胜负，是吧？对，应该是不够。从感觉上确实也是。所以现在黑棋还是要把这个目顽强的这个扛住，扛住。嗯，要扛住。是，但是扛住的问题是，刚才我们说虎是先手。扛住的话，白棋是不是里面有很，嗯，有味道哈？还在冲，然后冲，这都是一本道，嗯，黑棋都没有办法。这样的话，这边打吃是有一只眼。是吧，这个一打吃是有一只眼。对。对，现在不是打吃的问题，它有一粘。是有粘，就是对。现在黑棋应该只能冲一个杀吧。对，嗯，是冲的。嗯。然后他搬。这白棋。断。然后猴。这是活的呀，这棋。我这个打吃是先手啊。嗯。白棋。然后黑棋现在是断这个，嗯，因为黑棋如果尖，嗯，白的我就接上，就你这棋，你无论这边怎么杀我，嗯，就是我这打吃，对吧？嗯，你得这样杀我，我这个打吃先手，这有一个吃，对，我不接这个，对，我打吃这个，我要这边的先手，嗯，你如果补这个，你接完补这个，你接完补，嗯，粘上，然后你补这个。白棋怎么活呀？哎呀，盯在这儿。对，嗯，这样的话也是够的，也是活棋，这是一个弯刺。对，嗯，活的话那就不用收了，不用收官了，不用收官了。
那现在黑棋是只能断，断是不是？对，局部要杀只能断，它一吃，吃，然后从那边拐出去，然后打这个提的。啊，这是什么？这是在干嘛？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丧掉了。哎，这。这什么意思？这不知道啊。这哎，这么就吃掉了？这么就吃？这个不是？这黑的如果吃这个，吃这个，吃的吃这个，白棋接上，黑的提，啊，白棋可以点，黑的接，白的打。啊，这样白的也活了，就是活棋也没问题，也是活的，这样也是活棋啊。其实白的只要活一块就行了啊。刚才就是黑棋退点目数都不够的话，这里被白棋活一块，那肯定是不需要收官了。那么柯洁其实实战这个也是完全就等于球头场了吧？对，这是就是我们叫球头场，球头场了，玉碎了这个棋。那实战最后形成这个样子。这个最后的局面有点搞笑，这样，对，白棋断，这样子吃掉了，对，这被白棋活了十多目棋，这个肯定是不行了。这本来正常黑棋要吃掉是能吃的，但是如果吃的比较小的话，这个刚才我们判断了一下，实地是不足的。对，所以你就权围上都不够了。对，所以黑棋呢当时是下了最强那个下法，但是最强的下法呢，白棋其实是能出棋。能出棋。这盘棋确实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是陈耀烨九段发挥非常出色。对，非常出色。没错。甚至说是完美的一盘棋啊。对。你看这个好棋哈。这个家是好棋。家是好棋。家是好棋。应该柯洁应该是忽略了这一手吧。有可能。我感觉上。对。刚才摆上去我们也是眼前一亮哈。没错。这个说棋感还是非常的敏锐。这盘棋最终呢是陈耀烨九段直白中盘战胜了柯洁九段。那么陈耀烨也是进入了16强。16强。对。那么昨天和今天呢，这两天也就是将32强的比赛呢就结束了。有16位棋手进入了这个下一轮，明天还会进行这个16强的对局，在决出8强之后，这8位棋手就会前往深圳，进行这个线下面对面的对局，争夺第一届的这个大棋圣头衔以及50万元的奖金。那大棋士，大棋士，大棋士有棋圣哈。刚才我们说。大棋士也是个头衔战，是吧？棋圣也是头衔，对，对。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欣赏两盘这个4位世界冠军的对局哈，没错，非常精彩。那好的，那么今天的直播也就到这里，感谢浩洋，我们一起又是欣赏两盘精彩的对局，感谢各位的收看，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再见。